That's all right.那个图案很可爱，对，然后就走进来。我喜欢这个，很可爱，兔子戴两个安全帽。我很喜欢长颈鹿这个角色，因为它的各种的那个感觉都很可爱，也很蛮白烂的。我喜欢那个袋子，小收纳袋，纸胶带，它很可爱。那你会买吗？不会。That's all right.在搜寻的时候就滑到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。他有开展呢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进来看一下。你手上拿对，长颈鹿，因为都看不到他的脸。他比较少在台湾卖实体商品，觉得就还蛮难得的，所以才会想要挑比较好收藏的，但是又不会太贵的，所以就挑明信片。这个应该蛮常见的，元老级。真的超可爱的，就是很想爆买那个公仔。那我们这次公仔也有推出，就是功夫树懒款，然后它有一个圆形的跟迷你版的，然后两个组合起来就是非常的萌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鳄鱼，它撑雨伞，然后是下雨天，但是它的嘴巴全部都是雪，它根本就是没有撑到。看它里面有什么隐藏笑点。这也是大家来现场可以发现的，就是来现场大概就是在一幅画前面大概站个2到3分钟，然后跟朋友一起打卡拍照。